那里下雪了吗？山西好像是下雪了。我知道的我不出是来雪，的时候，而是就和是我你从的山西出冬来的天。时候还没我有期待下。的不是雪，而是和你的遇见。我期待烟花满天，我可以我出来永的时远候好像靠还没在你下。左肩。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。号码变座位置断了线，声卡变了，经过后手机拨。你在哪儿？到上海干嘛去了？欢迎董少，欢迎。玩呗，我能干嘛？真是的。就是出来放松放松心情，玩啊。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待的不是月，而是和你的遇见。我期待烟花满天，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。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。欢迎酱种，我感觉去上海也不带我啊，而是我又不认识你啊，我怎么带你啊？我期待的不是风，欢迎起风哥，欢迎，欢迎小幸运，欢迎。咱们一起点点赞啊！咱们一起给小烟的直播间点点赞。你像白月陪伴我失眠，我是你不存在的想念。这是什么歌？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待的不是月，而是和你的遇见。我期待烟花满天，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。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。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待的不是风，而是归根的落叶。我期待染白了头，当前忙碌不卡，不卡。小烟三妮没有直播吗？播了呀，我刚看他在播呀，我刚看他在播呀。